大家好，我是肉明，我们回来《星海争霸》高清重制版。那我们开始之前，一样跟大家宣导一下：防疫期间，请务必戴好口罩，勤洗手，出门务必保持好社交距离，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的。那开始之前，各位应该有可能会发现，我的暗黑破坏神稍微停了，没错，跟各位讲，没错，停了，对。暂且先停了，因为上次在打了，我们刺客在地狱模式的时候也终究是碰到卡关的状况了，对，稍微有一点卡关的状况，对，所以这段期间可能需要稍微做一点强化，对，做一些强化的，就是的动作啦，反正就是要变强。变强再变强，对，就是需要用一些去打一些东西。那这段期间，我可能会先暗黑破坏神的部分可能会先停。对，那我们就开始吧。从上一集我们救出了塔萨达，对，我们救出了塔萨达。那接下来是暗影猎人，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应该就是那个了，重群了，而不再是。红组了，对，而不再是那个什么人神族内战了，因为毕竟秘密议会已经撤退了。对，暗影猎人，来看看吧。其实是萨尔纳加创造出来的。萨尔纳加就是我们神族诞生时赋予我们力量的古老存在，但是主宰的成长超乎他们想象，所以他们终结了这场历史悠久的实验计划。朋友，也就是说，我们要拯救的不仅是艾尔，还有所有被创造出来的生命。如果我们失败了，主宰就会率领虫族横扫所有的星系，吞噬万物，吞噬所有的生命。我们必须阻止这疯狂的行径，阻止这一切。我的部队会直接攻击主要虫巢，试着削弱他们的防线。等到他们数量减少以后，泽拉图再带人进入虫巢。击杀老虫，亚顿在上，老虫死了，应该能让主宰分心。到时候，我们再趁机攻击主宰。OK， 那我们这一集哦，菲尼克斯跟泽拉图都会出来。我们开始吧。隐秘哦，审判者。这一集好，我知道这一集啊，对，我知道这一集，走吧，这一集。对，我知道这一集啊。对，我知道这一集啊。呀，我死啊！这一集有还蛮麻烦的，老实说，因为这一集开场给的资源都不错，对，可是不错归不错，但问题就是高能瓦斯的点太远了，各位有看到吗？对，高能瓦斯给的远。
点太远，远到一个等一下，我重新再录一下，对不对？应该说我重新开始一下。他开场啊，就是给周围两个点，对，然后什么，然后这两边都会有资源，对，然后向上推进，可是。他的点就是金矿、高能瓦斯，妈的超级远，所以已经对，就如同你们现在所见，就是那个点啊太远了，我真的只能说太远了。对，你看，你把核星核盖在哪里都不太对。对，真的，所以这边就这样吧，先这样。你在救我，我们感应到你的存在。Galgong，这塔克索姆，传送。Dross，我这一集也将会是时长非常的长哦，因为跟各位讲一下，就是我要。审判者比较还好，重点是那个什么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数量要够。开场，我要左边的金矿，是因为左边的金矿比右边的还要多。对，右边的金矿其实没有那么多，不过还好是刚开始就给你两个点。对，刚开始就给你两个点，所以这是你我只能说这是唯一能够庆幸的事情。不过还是要再继续扩张才行。对，光靠这样子是不行，不够的。
应该差不多了，探测机的量应该差不多。接个电话。哎、欸，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各位拍谁？刚好接个电话，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探测机应该可以不用再找。警察去做拦截、观察等，那我要这边特别说，
在 LINE 上面在传播，那我们也已经都是，那其实我们也和交通部这样的端午节将人流降载，让让国人在原地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上面会有警察来查证。现在就要提醒啊，这个端午节假期啊，好，谢谢。我们正遭受攻击。好，来。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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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方式。中午三点。上一次是单机，所以我们电竞分支对非美式用需求非部分像单换单换单到的考一样是餐厅但会跟着我们的分支好的升级完成看什么看一下升级完成升级完成百里到七感染率高百分之三以上死亡率三十感染率六到七十好那可是在各方的奖价调节概率到七十那六十到七十两者在名单里那在各方奖下也多好了，哦，好多有了，看到了。感谢。正堂武士的好贵哦，反而会舒服，很难同时做到降低消防队负担跟提升病患安全。好，那另外还有一题，在这个还没提问，很多企业在关心八月要渴望开打，那能否专案办理让所有员工都能先打到国产？我们保持警戒。那时候总算打到。你告诉你，这他告诉我。好多刺蛇，快跑，快跑！八家的，
那这个当初哇当初要建或者是让到被这个这样子的话我找不到事来救我这边有一个挖瓦斯，瓦斯，然后没有金矿。观察者还是需要啦。麻烦。对，麻烦，因为资源都太散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资源都好零散哦。
当时都是以百分之百十的风险。来，他现在好，把威杰带回来。哇，这么多异化虫就直接爆了我两台加农炮。第一组就先打了吧，对啊。好，发生的。啊，因为下个礼拜啊，今天完毕会录。啊，我送到各。那一到六类我们看五月，我是让整个人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会依照我们所画的类别啊好、哦、那一三类因为我们打率大概三类大概在降啊后面包括风险包括长道期包括其实黄金剑已经抵达。你的命令是？Thank you.
那就会。谨遵指示。哦，这边有。有什么看得到？哦，好哦，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对，金矿已经快没了。好，一组了，一组了。交战。
他约了。好像是要被出麻烦症。哎，太低，好像，哎呦，到六了，他一到六了。
应该差不多了。有没有办法赢过来？忙啊！
方好，想要请教一下，因为疫苗下周就要开打，那明天开始就放打，那我们何时要公布最新的打疫苗和预约名单？好的。好的，时间关机。好的。
泽拉图已经死了。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担架的状况。哎，这边各位快转一下吧。两个脑充，德拉图只要在旁边有挥挥刀就过了，对，就可以过了。OK， 那哇，德拉图死掉真的是让我跌破眼镜，你知道吗？突然，德拉图死了 ，What？ 好了，那这一集终于是把对金矿这个那个开场给的点都太分散了，对，然后有两个一起的又很少。这真的是太累了。好啦，不过我们一组航空母舰结果还是够用，对，比起打神族是打虫族比较轻松一点点啦，对，比起打秘密议会的时候真的难度差太多了。好，那这把就到这啦，请喜欢我影片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可以在下方留言，有机会我会去玩，那谢谢大家观看，下期见，不。